是从来都不骂我们小西，今天我们要一起玩游戏是 Roblox 躲猫猫模拟器，嘿耶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盆栽丢的神，嘿嘿。盆栽你好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可爱的少女哦，怎么了哥哥？我一直坚信，去掉身子，我哪儿都能躲。这是一个学校啊，哥哥。等会儿，哥哥这里有个盆栽，这个板凳少了个桌子，来，我来组成课桌，嘿嘿。大哥，大哥，摆正了！你旁边有一个跟你一起也要当课桌的人，摆正了，没办法。哦，正了，正了，正了！哥哥，你就站在这里。Bye. 我现在是一个盆栽，我的天哪，我好紧张哦！明明我是个盆栽，嘿，你咋变成了我的头呢？我才是盆栽，你看见没？丢，我跳了，我跳了，嘚瑟！谁要有人过来，我就呼唤一下人家。还在这跳，你等着啊！就在那里疯狂的叫。来人了，我先呼唤，好吧？给你打个样，行不行啊？好的好的。哎呀，那个垃圾桶他怎么一直走来走去啊？他要干嘛？真是！你瞅瞅我，你能发现我是哪个桌子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，是不是巧妙的与环境融为了一体呢？哥哥，我知道有一个办法。不是，你悬空了。哎哎，怎么桌子还移动了呢？哎，别别动啊、哦！哇，艺术品。悬空的盆栽，哇哦，呵呵，好恐怖哟，这是个鬼笑吧啊，哥哥你歪了怎么办，你已经歪了，怪我呀，有人在叫，有人在叫啊，我也叫了，当然进来了，你也叫了，来小西吧，给你个克隆啊，嘿嘿、啊、我走了，我怎么掉你地下去了，我的天哪，厉不厉害，你到哪去了，为什么你还在这儿，我看起来我买了一个克隆的功能你知道吗，这么厉害，那是个假的吗，这个才是你吗，电脑现在变成你了，没有错，哎、哦、我克隆的桌子怎么是空的呢，我变成桌子了，看、哎、我就在这里，你现在是桌子了，你看我就是个假桌子，好小西吧，跟我来冒一波险怎么样，看见了前面的人了吗，好了，我先变成个电脑，好的，不是哥哥，快跑，六刀不、哎、电脑全进了、哎快跑！隔壁的教室来，哇，这是个危机教室吧？救命啊！哦耶，这里的电脑很多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里是危机教室，小西吧？哦哦，我说你现在变个桌子干啥？看没见，我本来想变电脑，这个电脑也是个假的，救命！这是我，这个电脑是我。抓住了！耶！别点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谁是坏的哦。我要进这个地方，好惊悚哦，刚才那个我点不动的电脑，你很有问题哦，就是你，啊啊、果然是他，哥哥，什么果然是他就是我，哇，刚才那个我点不动的电脑是怎么回事 ？Oh my god，、哦、这么多电脑，哎、这么多电脑、啊，哪个才是这个地上的？我哦，我挂了，怎么了，哥哥？我挂了，你们也活不成。哎，哇！来，我看看这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、啊。我刚才点到了我的克隆体，它炸了，吓死我了！哇，这里有个电脑在蹦，我的天哪！在哪呢？看我追它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！嗯、你们好、啊，一直在跑，一直在跑。哦，它被你点死了、哎、是吗？被点死了哟！我前面那个人点死的。完蛋了！哇，这两本书，哦，我刚刚还看那个椅子在叫呢。哎呀，躲得太密！哇，哥哥，我们来了恐怖的别墅，我的天哪！好，谢谢吧。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藏啊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哥哥，我那天找到的。来来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。你想要变成什么？想要变成一个盆栽、哎啊？那就是个熊吧。小熊哦。哎嘿。好，就是这个熊。不是，我怎么变不了呢？奇了怪了。我也。好，我变了。你不能点我，你看我要在这里躲着。哇，我们又要变成考拉了是吗？啊？对呀、啊，绝对不会被发现，真的很厉害的。来，给你拿个伴。等一下，那个人一过来，我们啊，你别跑啊！我跟你说，等一下那个人一过来，我们就狂叫。我新发现了一个墓地，你知道吗？啊哈！哪里呀、啊？哇、哎！你看，你知道我是啥吗？哇，我知道你是这个。哇，我点不了这个。哎、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个的？门口这个对不对？不是。你为什么会知道我是谁的？我一看你就是这个，好不好？我厉不厉害？啦啦啦啦！我们现在是双胞胎了，好吗？哪有一个墓地埋两个人的？真可怕！嗨嗨、哎，没有人抓我们呀！快来抓我们呀！你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难被抓！你疯了！哇，看见我们埋，看着哦！导演。大哥，前面那位唱着歌的太太，哇，哥哥，我现在到了一个厨房，我要变成这个，哇，
给我一个透明的玻璃杯。我也来了啊！他们两个人头才缺，我救命的，快掩护我一下，掩护我哥哥，这两个人头才缺。啊哈！我就来看，他们没看见我哦，行吧耶。是我一个头盖骨，我倒是串了。哇，我是一个很厉害的灯，无论是如何怎样的黑夜都能照亮夜空。你们不就我怎么变回来了、啊、我的天哪，哥哥，请问那个头盖骨你还在吗？我在呀，我在桌子底下，你信不信啊？你在桌子底下，我来看看哪个在桌子底下。溜了溜吧。哇，溜得好快，溜得好快，溜得贼快，我看不见了，哥哥、啊、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我的天，没人了。哦，啊，真的吗？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在桌子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的天哪！啊，怎么样了？气不气吧？啊？追不到，追不到，我能不能跑快点？你的头盖骨耍的团团转哈，我要入土为安了。哇，这有个箱子，这有个箱子，嘿，把我撵到标题了。哦耶，我现在非常的安详。呵，我在练我的墓志铭。哎呀，小媳妇，你在哪？足。怎么的？很文明下葬，好不好？哇哦，这是一个小镇吗？哇，这个镇上人有车，哥哥他们都有车。我要变车，我要变车，我要变成黄。哎、啊，太大了，哥哥，怎么办啊？那你在哪儿呢、这个可以变，我变成了一个垃圾桶，哥。哦、我看见你了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个垃圾兄妹吧，嘿。哇，好，就在这里。一排垃圾桶，气不气哦？哇。是垃圾桶，快来看见我们呐、啊！哦耶！哦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很想要变成一个脚的人，所以他一直在他们旁边蹦啊。我就在这儿了，啊、好吧？哈哈哈！一个歪掉的垃圾桶，我是不是过于歪了？你疯了吗？他们都来了，你还动？我是为了对准哥哥。啊！哇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快！我对的很准。加油！啊、救命、啊！快跑！快跑！溜啊！溜啊！搞个克隆，来放这儿啊！哎哎，哇、哦，跟着我跑，小媳妇。怎么样才能跑快快？我只想问一句啊，买个 buff 就快了，好吗？人家根本就没有追过来啊，哥哥，我的天哪！过来，你过来，我们换一个东西做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看到这个原谅房子了吗？嗯，我们先看一波，这有没有人守着？没有人，快走！溜了，溜了。进去。变成这坨草，来变身。嘿，你这么快就变成了一个草？哇，我旁边有个人。哇，我救命 ！Oh my god！完了，我看出跑不脱了，小媳妇啊哈！我刚才可能被他颠了，我突然跑不脱了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啊！啊，你如何确定我在里面的呢？难道你不在里面吗？我天，你不是看着我变成一坨草的吗？啊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变成别的？我来看一下。没想到既眼拙，脑子还不好使啊！没有啦，我没有看见草啊。问题是，啊、我真的吗？哎呀，对啊，那就奇怪了，哈哈。哇哦！你怎么跑的？我靠！救命啊！我就是往后面跑，我叫！我要叫他来，一边跑一边叫，叫那么大声，我看见你了都。我要叫一声。他在放音乐。嘟嘟嘟！不，大哥们，大哥们，我。哇，你是不是变了？你是不是变了？我跑不过你，很多人守着你呢。嘿，小媳妇。洋葱头，你死了，刚才我也死了，作死就是比较容易死。我是个盆栽，什么玩意？洋葱，这是。洋葱头。来、哦，哥哥，你看这个。附近有没有人？感觉这里都好正常哦，不像有人呢。对呀，真奇怪。那这个灯呢？完了，这四个人太隐秘了。不对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杯子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桌子，不是，这是怎么办？啊，我的天哪！垃圾桶，这个怎么办？这样地图太大了。没有关系，来这边，在这里也不是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嘿，我就不穿这个鞋了。那么多锅子啊！锅子，别跑，别跑！哈哈，好来。哇，这个人还挺会享受，居然电视机放床尾，哈哈。我的天哪，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好哟。可惜他不是的，这么多盆栽，
这么多盆栽就没一个是了吗？到时间了，是谁？好，还有两个人是谁？你藏的真好！哇，哥哥，我们进了一个电影院呢，好厉害啊！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一桶爆米花？超大一个电影院，你看我变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你这啥玩意啊？爆米花，3D 眼镜。我是 3D 眼镜，哥哥，我要在哪里才比较正常啊？做一个 3D。我告诉你在哪儿比较正常哈。哎，这里，跟我来。你这叫随地乱扔好吗？来，跟着我。来，进电影院看电影了。哎，来。能进去吗？当然。哇，可以进去看电影，你猜我在？哈哈。哎，简直屌炸了！我就在第一排了，你看着。那么多爆米花，谁知道哪个是你、啊？只见一桶爆米花吃着自己，看着电影，哇哦，好精彩的白屏！爆米花吃着自己，哇，我要在这里看电影，怎么电影还不开场啊？我来克隆一个自己，啊、一会儿把他们炸一只鱼鳞。快快快，克隆一下，克隆一下，克隆好了呀！哎，当然克隆好了，就在第一排。克隆好了，你等会儿可能会听见一声砰啊！哎呦！啊，那我到你旁边去，别急别急。我在这儿呢，嘿。哎，你在这儿呢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站在我头上吧。我是一个会看电影的爆米花啊、哦哎。你看这，多像一个人啊！在你附近。哎，你倒是跳下来呀！你别把我怼着直动的好吗？我动一下就会闪蓝彩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啊、哦，太神奇了！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一边看电影、哎、一边吃爆米花。这后面人还在唱歌啊！我的天！哎，我出去外面看一下哈。就是啊，没人发现我们，没什么意思啊。嘿，有人要吃爆米花吗？会动的爆米花。哎，他们人都在哪里？他们不会自己进去看电影了吧？哇，有个人，哥哥，救命啊！我被发现了。这么傻吗？救命啊，哥哥，救我！救命啊，哥哥，救我！跟着我啊，跟着我，我帮你混淆一波视听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快走，让我推着你走吧，难道要？呀，你有瓶饮料活了。我只是一瓶这么多人的吗？这么多人的吗？啊哈！我隐藏的很好。我也是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两桶爆米花。哎，你是我旁边的 glass 吗？我被点了吗？我被点了。你没有被点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啊！快溜！完了完了，好像暴露了，哥哥，你跑了，你跑了，你跑了！我的天哪！给你吸引波注意力啊，真是！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疯了吗？我们都吃豪华午餐了，快跑！快跑！我跑这么快啊！我变了！哇！我看见你了，我看见你了！你好像进了另一个电影院。看见我有啥用呢？别急啊！再见！呜、哦！他对我！呜、哦！哦 no！ 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！哇！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！耶、yeah ！哎，这么多，哪个是你呢？啊！啊！哇！杯子，杯子，我看见你了！哇！杯子。哦，你被点死了，我看见了。这里面还有没有谁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么多人，我知道我的队友在哪里了。啊哈，啊，就在这里。哇，这么多饮料，感觉每一个都很可疑呢。是你吗？是你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哦，是谁？是谁？都不是。哇，到时间了，完了，这个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赢了！啊哈！赢了美剧人道士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按个赞，或者分个小之类的啊。拜拜，么么哒。